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神秘。神秘，我今天要来洗觉醒星火，好不好？先讲一下觉醒星火的那个一些小事件哦。就是大家之前有看我之前发那个内潜公式的影片嘛，对不对？内潜公式的影片那一波韩国的风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星火。星火其实给的能力也不是随机的，所以韩国也吵了很久很久，然后韩国的官方才把所有那种几率的数据都表现出来了。那因为这件事的风波，我们台府之前有买觉醒星火的人，他又额外就是全部补偿，就例如说你商城买了300颗，他就送你300颗，就等于说你买的星火直接变两倍，超级佛心。可是也是因为有那件事件的关系啦，那也算是保护消费者。那神秘我其实没有买觉醒星火，所以我没有赚到这一波。可是有个朋友齁，他愿意便宜卖我，然后他人在杀人精，然后大家都知道我那个手套在杀人精，对不对？我刚好顺便把他转过来，哇，一举两得。然后我就把他的星火转到艾莉西亚啦，然后我现在就来洗我的帽子。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帽子长怎样。我的帽子这个星火是敏捷33加上 3% 全属，这样的话大概是57敏，其实已经非常好了。但是呢，神秘我的神秘装其实星火都在60以上，就这件它比较落后一点。而且这一件它算是一个六排装，其实不错啦，你仔细看它的附加86敏，然后135，那我就想说把它洗到60以上好了。上次我自己的鞋子齁，给我女友洗，她洗出62加 3%， 这个数值是真的超级高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图片，当时她洗到了，我真的吓到，因为她只花了10颗不到，所以我觉得星火也许有变好洗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觉醒星火有62颗，希望这62颗可以让我的帽子至少60米以上，我的目标就60米以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移阵地齁，我们现在就来正式来开洗。然后因为神秘我运气不是太好啦，所以我就直接叫我女友来洗好了。现在是33加3啦，我就直接打掉。好，来，请加油，好不好？给她洗。你有没有讲个话？嗯嗯。来啦，加油！来哦，三加再打掉哦。多少？77粒。哇！你很会洗耶！我怎么不是77米啊？77米就爽了耶。77粒一洗就直接，哦，我想我女友手蛮香的耶。84粒。什么鬼？你怎么那么会洗？你要截图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继续哦。毕竟77第84性还是不是我的主属，还是要把它打掉。好，那就继续洗看看。来个敏捷，18加 3， 这个不好，比我原本的还要大。这个没有，再来，来高敏，51，51加 3，有哎，那怎么那么会洗？51加3是75哎，哇！我就洗几颗就洗完了，62，我洗5颗就洗完了。我女友怎么那么会洗？各位观众，我想说至少花个30颗哎，就她5颗就洗完哎，51加3是大概75哎，哇，好猛哦！好了，各位观众啊。因为我女友太欧洲了，所以我加码再点一个盗贼手好不好？不然我拍完这影片发现，影片只有4分钟，非常尴尬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改版之后的星火是不是真的随便洗，真的随便就有。因为我刚刚那个帽子随便洗个5颗就有了，我也相当惊讶。那我看一下这手套，手套也是一样，目标60%，不是60%。60以上的幸运好不好？我先自己冲。如果说我太非洲了，我再叫我女友来好不好？我再现在冲第一颗试看看手气。18加3敏捷，
这个不好。来，第二颗，三三加三力量，哎，三趴卷鼠很好出哎，我觉得。哎，呀，大家听听听，三三加三，幸运也有三三十三哎，所以他这个至少有57哎。嗯，我想一下要不要留，好，不把它洗掉好了啦，好了，不然把它洗掉好了，帮大家实验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手套其实也没有潜能啊，就帮大家测实验一下，其实真的有点好洗。如果说你只是一个，小资玩家好了，三三加三，三三加三就相当够用，所以说其实五颗以内就可以出货了。但我今天来帮大家实验一下。那种高等级的星火，例如说60、70，到底要洗几颗才比较好出？多，所以我多洗几颗好了。哎，36加3，直接60哎、欸，这真的是随便洗都有哎、欸。36加3，因为我们平均来说啦，一拳鼠等于8，但这个主要还是要看机体啦，所以36加3就已经是60性了，这已经很高了。这个我可能就会停了吧，哇！说老实的，有点好洗，所以我先建议大家可以洗这个星火。以前的话有点偏坑钱，但现在真的有点随便洗随便出的感觉。认真的，你看我现在才画了几颗，刚刚62颗开始洗，现在54颗洗好一个手套，洗好一个帽子，真的太好洗了。啊，不好，再加买一个手套算了。好啦，神秘我又搞了一个手套出来啦。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的实验样本已经够多了齁，三件装备齁。那我看这件装备是不是也可以五件洗出60性以上，好不好？来洗哦，60性以上 ，Go， 33力加3%。这个幸运只有18，那这个就没什么用。OK， 洗掉。这声音蛮好听的啊，这个就真的是蛮烂的，两颗喽。18，哎，连幸运都没有。3%全鼠是真的蛮好出的，洗。哇，我第一次洗到那么烂，1800 HP。哎，开始难洗嘞！武艺性加3，武艺性加3，刚刚洗了几颗？我看一下，刚刚是几颗？是不是刚好五颗啊？还是4颗？直接洗出武艺性加3哎！哇哦，真的5颗内就出的东西哎！武艺性加3就70几了。哇靠，可以啊！那我帮大家实验哦，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觉醒星火，我只能说推荐度真的相当高。改版之后，它改版前相当难洗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改版之后它变得非常好洗。好啦，那大致上影片都到这边啦，洗了这么多装备哦。到时候这个洗成双爆再来卖啊！那喜欢我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